剑丹川，刘一儿。刘儿跟一般的年轻女孩完全不同，很少购物的她身上的服装通常都是打折时才下手，或是由厂商配合赞助，因为她把赚来的钱全部交给家人，自己没有信用卡也没有提款卡，需要时就跟家里伸手要零用钱。她说，我的工作会接触到流行，但我不会都放在身上，而是把简单、功能性、百搭这三个要素放在最重要的条件。